13 14 1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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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刚刚带好，刚刚带好，轮到你来。正在录，同步同步啊，其实没办法同步，因为我的会断啊。根本没扣好，松着。
是说那个缆车怎么好像没在动？这样是不是要往上爬？爬右边的红线。然后你看这边二至三明明就有写往右边啊，也就是说可以往右切过去啊，奇怪。一整个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还蛮平的，我就想这样放没关系，结果要用棒棒撑住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哎呦喂啊？怎么坏掉了？被喷走了。我知道怎么过去了，这里有一个切过去的这一条，我是说要回到昨天的最下面的那个过去，不用往上爬，但是这对啊，一直练这条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说下面的人哦，还好吧。那是车上啊，轻松滑啦，轻松滑。
比较稳定的，没有往山上倒。没有，这一次没有，这次很好，哎呀，又比较稳定多了，又觉得好像没什么的样子。太阳？没太阳。小花一点力气，哎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轮流录影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距离我们可以录这根柱子上去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我们可以从五号录到一号这里，这么远，就是现在有一个人在最顶端那边，录得到吗？录得到啊，而且现在太阳不大，我们看得到萤幕，下去吧。那等一下我先录你。哦，好多人哦，先去排队，先去排队。还只开一条线呢？没有，我为什么只开一条线？烦呢。左边有啊，为什么不去排左边？刚刚还排了。啊，是哦。你要去排左边吗？挤呀、啊，挤不过去啊。过得去吗？走过去吗？
进得去吗？为什么他们还是过来？过得去了吗？进不去啊？好吧，先进去吧。椅子都没有，他是检查每个椅子吗？还是怎样？小腿有点酸，一点点。那等一下，我在这个这一号柱，然后你要在开始变倒之前停下来。看得到我为止，不知道。还是我们先一起停，一起停。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吗？是当第一个喽。我怎么都没有套在手上？我刚刚都用抓的。我好像忘了把喇叭声音开出来。那万一他呼叫？对啊。又有一个人带着一堆人，看有没有记录。没有。测试啦，哈哈哈。哈哈欸，那个动了，那个也动了，那一台，那有那一台，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爬上去啊。那一台应该可以接我刚指的那个，接到左边那条，接到左边那边，因为我一直以为要绕过那个缆车站才过得去，我刚刚看到了，应该在这儿，应该红色衣服的人，差不多。因为碰到那个就跳起来了，但是跳起来就接下来就会倒地。看起来滑的还是很轻松呀。没有啊，你应该轻松吧？你自己觉得？问你啊，我只是想问你。你不觉得？我觉得你应该没有重心这边。突然过去，突然回来，你应该是轻松的、啊。刚刚有吗？没有。这一段我应该把帽子戴起来。如果真正自己额头觉得冷，那就来不及了。现在觉得微微的冷。
开开关关的，他们不嫌累吗？那他就风大没办法、啊。是风大啊，风大的话应该要一起排队啊。好多的椅子啊，你不觉得在这里看的话，椅子超多。那右转啊，左边很容易塞车。我觉得左边只要一两个犹豫，就看到塞车。所以走右边。救得回来，救得回来。你这几天学会的另外一个更多的就是你救得回来吧？你自己觉得？应该肌肉也比较有力了。被练的脚都快肌小腿肌肉都快爆了。救回来，就算沉底，就硬蹲一下，硬撑起来。肌肉也比较没有痛，小腿也比较没有痛啦、啊。好可惜哦，明年要再练一次。不会啦，身体会记住那种感觉。对呀、啊。是行还是不行啊？他在下面滑吗？不是，我有点错裤子。这是老太太吧？我在研究啊，每个人都会滑，有一个有点像老太太。哎，停在这里给我叫这么大声！啊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啊！他停在上面。还要挥手，又在挥手，对不对？又在挥，又在挥。对。谁？那边鸟。爱鸟哎、欸。很爱，很爱的。我们一路上来都没有放吧。哎呀，是啊，我就想懒得放。右边那台吧，左边还是也有，搞不清楚。反正我戴个帽子。哎、欸，嗯，你可以先下去装电灯。哦。我戴个帽子。哎、欸，讲。
顺顺的吧？还可以吧。对呀、啊。先下去缆车站等吧。嗯，坐哪个？还是坐中间吧，中间的缆车比较快。哎呀，那就比较少人挤在那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咯。直到四点为止。没有一样啊，也应该说你要练习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我觉得这跟我那天觉得跳跳是一样的，但是因为没有太阳，你看不到跳跳。看不到到。左边比较空哎，下次我们斜切过去好了。是不是滑这里的很少切过去？好空哦。会更放松，我会更放松。前后摇晃，前后摇晃。我觉得我这次跟他上次看跟他一样丑。谁？这一个蓝色衣服的。我上次看影片觉得是啊。你都说你丑，丑死了。没有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比你丑死了。差不多。没有很悠游自在的感觉、啊。你看我有悠游自在吗？我要回去看才知道。这就是专心练功的一天啊。这个人在练小手，练习阶段。哎，这个。这个白衣服的，这个白衣服的啊，他有跟你一样的。这个还好，但是另外一只就是，对，一样的毛病。讲完就变成了，他没有跟你一样动作。不过快了，快了。也不知道抓什么，就是想要停下来。因为为了要停下来，当然要抓了。现在在下。真的。现在在下。很小滴啊，一直到十，我们至少可以玩，至少这么高比下面好了，我觉得是水滴啊，水滴，但是小到不行啊。地腿应该用胶带贴起来。不用啊，你要贴哪里？贴那个 HD 那个线的。没差了，没差了。
你现在就没看到馒头大队啊？馒头大队都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还是他们现在很辛苦的在下面挖馒头给其他人跳？啊？我觉得有一点飘。你说什么？你干嘛注意到那里？很明显啊。好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很大哦。我看到高而已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那只是乌鸦。我觉得看起来像雪呢。你看我的镜片上有吗？没有啊。雪那反正就是留在上，我们就是留在上面混啊，一直到三点也差不多要下去休息，对不对？现在几点？不知道，一点多一点吗？我们休息完不是一点多吗？对啊。现在顶多一点半吧。然后一点五十七。哦，两点了。你跟你的预报一样会下来。哎，雪，现在是雪，现在是雪。也有雨，也有雪。好喂，那就跟梅池一样啊，在上面撑，然后最后再下去，而且下去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。他从我们前面晃过去。他应该，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，好像更下去了吧？有啊，我晃过了。不知道啊，刚是没仔细看到。你起来了。哦。我有一次忘记离开椅子，差点跳不下来，它变高了，椅子翘起来，然后咚一个掉下来。什么椅子翘起来？我忘记站起来，我自己坐，然后坐得很舒服，就休息。然后我平常都很懒嘛，等到椅子很过去才会站，然后这次有点太晚站。你要不要再回去啊？差点椅子要翘起来了，要摆一下来。椅子帮你倒出来。对呀，走右边多方便。好的很。啊，反正我也是滑到中间啊。你在测降啦？没有，不是这种测哎。怎样测？就是那种平衡的那种。啊？给我手机。你的弄那画质比较好，比较稳定。要这样。我的画质差。是哦。不要。好啊。帮你录好一点不好？你记得用撸的推开就好了。因为他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摸不出我的纸。对啊，所以一推开就可以录了。就没有推开的习惯。嗯，我上一次就是养成推开的习惯，因为用触控手套你也没办法感应。虽然没有那么冷那么窄。嗯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好，我先走吧。我也要走，走到中间啦、啊。还是你要帮我录两次？那我就从这里开始，你录到你到那个。
好笑。啊，是哦，因为前面有人啊，我要换个地方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接下来再一次，我先去那边的中间看。头顶怎样？好。拍到我出彩，为什么？刚刚有重心不稳的样子啊。对啊。我手指又
哎呀。他几岁的时候？嗯。你要拍吗？都可以呢。还要拍那就好听啊。嗯，先不用好了。嗯，反正一次让一次好，我自己知道。然后我只是要看好的时候 pose， 我的 pose 有没有比较不好，好看一些这样。哎、欸，切右边。切得过去啊。切得过去啊。切过去啊。好。觉得你好像一步停不下来。好，我是的。好、啊。就觉得吓了一跳。还跑卡。没关系啊，我后来把棒棒放开，不然它又要被我凹坏。怎么那么重？哎、欸，用它，你用身体力量横着凹它，就是会那个的。有点。有点什么？看不到人。看不到人。回程的回程的椅子，你不觉得一样快吗？小朋友已经有没来的椅子。等一下就看那个啊，第二组。他们超过我们嘞、欸。好吧，看来不能坐左边，要坐右边、嗯。对，小朋友超過我們。那个叫高速 lift， 难怪没人要坐。嗯，真的，而且就是第三组，对不对？拜拜，是差一点点，多休息一点。哎呀、啊，那里有个牌子。哪个牌子 ？Slow down 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很差的。就很害怕，怎么最近老是没有？为了拿给你以后，我自己也没啦。对啊。超越三四组，等一下再来印证蓝色裤子，淡蓝色裤子。小朋友已经比我们很远很多了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两台两台就还那么慢啊？一台高速。哎、欸，现在变我们变快了。哪有？有。他们、啊欸欸、又加速，又加速。他们在前进啊！他们已经第一二三四四组人超过我们了。嗯。又往前了，又往前了。好像是很平缓的速度一直前进，他们会咻，有时候会加速一下，你不觉得吗？嗯。好，然后那个，如果那个淡蓝裤子现在跟我们一样平的话，就表示它速度比较慢。我看也赢我们的啦。没有，
一直都是赢，一直都是赢。很多了啦，这台真的很慢。好。等一下还是要往右转。啊？怎么会往右转？往右滑右边啊，滑左边他都卡在那，一堆人。那个棒棒不是都不見了？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耶，我们只穿两件衣服，然后在冰天雪地都不会冷。我是是没错啦。我台湾一个寒流，然后就冷死。跟那没关系吧，外层比较厉害。外层也有其实排汗，那也只是排汗。那两个人是不是就走那边？是不是那个隔在中间的？我记得那旁边是那个酒吧。从上面那个，对啊，就是要往前拉。我就是要那个额头，我觉得一定要罩住它，不然的话就不大行。上面是雪，下面是雨。小馒头。来，轻轻坐下。翻身吗？他要翻身吗？好小，好可爱。这样切过来也只是到这边啊。下面又有一个往右吗？还是怎样？我分不出来。是上面切过去的，来，我要掀开哦。雪越来越大，下面的雨也就是越大。是不是下面也下雪啊？只是化得很快。然后衣服就会湿啊。右边吗？右边啊。Thank you.
用啊。不要啊。哎、欸，我刚跳了两个小馒头、欸，哎。哎呀、啊，还可以。自己觉得有没有乱啊？一点点的。对，我问你说看起来乱吗？看起来乱。没有啊，就跟还好，跟平常类似吧。就只有我没过这样是怎样？这个山上都已经是油卡。对啊。维修中吗？又不是你加速的，放弃了，那我就超过了，真的很慢很多。嗯，好，现在在选定，右边正右边是蓝色，差不多了。刚刚因为我们做比较慢的，比不出来。差不多了，看差不多。但是我们是做比较慢的。对啊。然后他要是跟我们慢的差不多快的话，没有没有，他跟我们这样。也可以照这个教练教的，这个棒棒靠下面那个，手要身重心够低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也，我觉得我跟你现在也还可以练这个。
他就要耍赖了，教练不想理他。教练见多了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摔得很惨。没有，小孩怎么会摔很惨呢？你看，就这样子就叫摔啦，他只是坐下而已，哪有摔很惨？他只是不没力气，不想站起来，那就很糟糕。那教练挡在他后面，两个人，一个撸一个，叫他不要这样搞，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偷偷滑下去。他以为他在做雪盆，他就在那边一坐好就滑下去了。不可以这样滑，不是玩雪盆。你爸妈赚的教练钱，付的教练钱不是赚的。就这么滑掉了。那你就放软软就滑。对啊，就是我不要雪了，然后一坐就滑走了。有点像我们那边每次看到那种一去不回的单板，那个板板就这么滑走了。哇，懂的啦。哎呀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，欧克里耶，欧克里耶，欧克里在后面，我们要追上来。你们要知道这里，我们应该超前五格啦。对啊，但是欧克里跳了，下下下来。他还是赢过我们的，我们还是选车车。要动了，要动了，要动了。他们现在不够长的路可以追，还有两个。没有啊，一个柱子大概就会超前一车啊。所以他是追不上的。他穿了好像全身都是防护装的感觉，只有这个会这样叫。你看这个红外套也是好像顺顺的，这个全身放软也好像顺顺的。看起来像练习，但是速度也慢慢。我有在看我自己的脚，我比较轻。有啊。没有，这不用管合这件事啊，就是最后自然就会合起来。我们来找哪个最轻松的，看他的 pose。这边都没有，刚刚那个最轻松的。对啊，这个是跟拍的。我要跟拍你很难，我没有办法照着你的本子。这老师的在练习啊。你觉得穿这样就是老师？来这身上制服吧。没人预约啊。理论上，那个预约滑雪课程啊。ski 课的比那个雪板的课的人还多。嗯哼。不知道 baby 他们就是在ski，他们还是有报课啊。哦，你说那边右下角那个在那边横起来围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不是在查案子啊？不知道啊，他们就拿起封锁线，对啊，然后就有一个人挡在上面，叫大家不要滑那里。对对对，为什么？查案子吗？不知道，见事人员。但是那些人当中，我也没看到有人躺在地上什么的，都没有啊。会不会是刚好已经被看到运走的那个？就算是运走，然后嘞，他们是要留下轨迹。看责任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看谁受伤啊？那这种应该就是你买的药不是就有保险？我之前看到讨论区讲是这样讲，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上面有没有血？有吗？没有。镜头上有血吗？你也没有，我的也没有吧？没有。对啊，这很飘啊，就飘走了。
了几下，跳了几下，觉得自己滑得蛮烂的。跳得很厉害、啊。就跳，但是没有趁机转好玩。哦。哎。再练习啊。休息啊。So good, it's got everything on it. And then we'll go down and we'll do the black one, yeah? Do you want to do that? It's 2:30, so the only clock is we go down there, then we're going to get stuck at 2:30. Okay? I'm going to do one of them now.速度滑，但是啊，什么？要可以滑得更快啊！你要更快啊？也没有要更快，就是现在纯粹是休闲、纯练习。那我比较有点快啊。
哎、欸，你改停这里干嘛？啊啊啊！快动一下，动一下的好意思。对啊，我再按两下，它变给我怎么办？啊！那个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那个黑黑的。啊！雪场上的遗失。你看遗失物吗？还是什么？手套吧。哇哦！看起来像手套。我是掉了 Kitty 的手帕在。那个啊，平台，雾冰平台。你的推测是雾冰平台。我就因为是雾冰平台，觉得那个很湿，就把它拿出来夹在那个上。要留一些脚力让我滑下去。对啊。我们是一点开始滑的嘛。一点，差不多。那一点开始滑，你说现在两点，我觉得两点半干，两点半了。那这一趟滑就坐右边吧。什么意思？就我们从三点开始出发往下去、哦，会不会太早？不知道，我是觉得膝盖。我，对啊，或者是说三点你至少要休息一次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带。我有带啊。你有带蓝色的？对啊，一颗，昨天没吃的。一次15分钟嘛，是15，又再坐上去，差不多快3点，3点休息，3点半，差不多啊。哎，单脚，我是不是要来练单脚呢？刚有一个人啊，对啊，中间这一段比较不倒的地方都是练习。就是可以练自己想练的东西。不能想练什么，只要速度快就紧张。你已经不紧张了。那你自己去，反正闲来无事，你去感觉左边跟右边差在哪吧。这也是在上课吗？下一个，倒一倒。从后座问题好点了吗？嗯，影片看起来会觉得像，但是其实比之前好。我觉得可以每次的影片都记住。啊？可以每次的影片一个一个看。比较没有后座了。嗯，其实我就觉得很丑、啊。其实那种半蹲，要还是要看上半身，上半身朝前，我觉得就不比较不算后座。后面等你嘛，想下去了，好累哦。哦，想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好累。咦、欸，他竟然比我们先说，他说其实就也很累。我们预定这一次要坐最右边的缆车，然后可以回去缆车站那边休息，然后休息到我们高兴为止，然后我们就滑回去的路线。好好累啊、哦！你不累啊、哦？我还好，没有。他今天努力超很快。他什么？他上去找我。对啊，今天就是充分利用这个缆车站，休息休息休息。
但是除了衔接的地方要少爬一点，有点烦以外。好了，我放放放。好了，这一趟用轻松的心情滑，不要花太多力气。我就怕我下去没。是啊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啊。确定啊？确定。这也超蛮快的，欸，他会帮我们拉一下椅子，真的，哦，降低冲力。你刚好撞到吗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我也一点点。脚在椅子外，你坐得很旁边，坐过来一点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我都看前面吧。我去看影片啊。真的，哦？你觉得没有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真的吗？对，但是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之前就是，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影片的方向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会越练越那个，镜头就会越一直就持续朝下。对，我的话是利用你来练习自己，就是要能控制速度，第一不能撞到你，第二还要能拍到你。我觉得这样也不错。之前的话我抱怨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控制到不够。那现在我已经可以了，还可以了，不会又很累，又
又要隔很远，怎么了？我是想靠一下，然后装。放放。后面的靠。有点累，真的有点累。腰有点，膝盖有点酸。全都是肌肉的部分。不是，我是膝盖。扯一下，扯一下，搓一下。都好平啊。嗯。这样有下雨吗？没有啊。有一点。有吗？有啊，我眼睛看到了。但是那个因为太小了，小到不像雨滴。白色的。是啊。你看，下面。那天在梅池是整个裤子都湿掉了。我们下去大概也会这样吧。太低了。嗯。不过那个我看的 app 它是雨滴形状啊。对。然后一。动了，怎么在动？它上面的车在动。没有，没有要去滑，哦、因为滑上面跟滑下面，你不觉得那边是陡一些些啊？嗯、也都踩好了。太累了，好吧，那接下来。嗯，六日一大堆人在那边搞。六日会不会是三排馒头大队在那里？就三排，啊、然后就一直挖挖挖。看啦，掉掉掉啦！是雪啊，现在是冰粒啊。如果是下面就是雨了。我刚刚讲那个 app 啊，它会用一滴水、两滴水、三滴水。然后像这种已经接近毛毛雨的是一滴。我觉得我们在滑雪碰到那种一滴水或两滴水都还好，三滴水就真的完全不能了。对啊。有，后面它到底会不会？三滴水，没有，那个今天一直到结束为止都是两滴水以下，我觉得。那我说明后天呢？明后天，明天要 safe 啊。哦，你六日的话随便啦，六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上午根本还没到八点，他根本还没上班啊。可是我中午看回信好像也没回，哎。我说问坐车的地方。对啊，时间地点啊，这最重要啊，吓死人了。对啊。而且我去看了他们的海报，他就写白马八方到富山，他白马八方也没有讲说是 bus terminal，所以会不会是从旅馆接啊？希望是啊。这安全帽有没有扣好？有啊。还没有化掉啊。什么东西化掉？还没有化掉、啊。这里的温度不会化掉啊，它会留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下面。但是下面的话是看气温啊，因为今天有出过太阳，所以气温比零度高，在下面就会化掉。没有人往上坐啊。还是只是适应转。嗯，先转一转这样。可是上面有三个人、四个人，是不是？哪里？那四个是人吗？没有，那是树的顶，没人上。还没有人上车，我觉得是适应感，就跟刚刚左边建议。但是他没有必要啊，就是他那个最晚并都已经快要休息。对啊，他才开到几点啊？9点、3点半吧。对啊，他特别开了半小时啊。那就大家想要滑抖的啊。陡的下面也有啊，一堆人，我先起来。好。哎，这，没什么人坐这边，前面座位都没人。谢谢你这个陪我。我有录到。不过你就去上课那天，我就要靠自己啊。可是我们都探过路啦，你们就高兴的这边滑一滑，啊，高兴的滑一滑，搞不好你可以玩棒棒，好，玩棒棒，对啊，哦哦哦，而且我可以对讲机可以说我现在在哪里，看他会带人去哪里上课，那我们就去一楼入口吧。入口干嘛？他、啊、不是要休息了吗？就是滑下去啊。你不要休息啊！你要脱鞋是不是？你要休息吗？我觉得要吧。
你要直接滑吗？我觉得要休息一下。休息，对啊，因为等一下要一路滑下去，对啊，在里面坐着休息不是很好吗？我们现在到了五沙溪坪，去二楼上厕所休息啊，坐在椅子上。哎呀，哎，在后面啊，一起搭。儿子，帮我看看有没有很多雪。看背后没有啊，都没有啊，还好啦，差不多了，休息除满体力，滑到下面就收工了，很好。你要不要喝饮料啊？这样休息。哦。嗯，等一下要去上。对啊。都背着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累死我了。储存体力，滑下去。啊？滑下去就胖了。储存体力，滑下去啊。我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按。什么按？哦。为什么不教我关机方法？你现在就是那个啦，然后右边有个钮，按的是关机。那我没有，还是我完全没有。你关了？他会讲吗？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不对，这样老是打开屏幕的，好像刚不会都没录吧？有啦，刚一定有录。那我关啊。我关了。屏幕这样子。怎么录啊？有吧，没有就算了。啊，我滑那么认真。没关系啊，是我录你啊，我跟你。想要看我自己的。OK 了 ，OK。对，录你刚刚帮我检查哦。
有吧，一开始有啊。为什么刚刚我按电源，它就屏幕打开？不然你现在打开电源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我坐在旁边啊，那而且那么阴，几点几分不知道。我第一次用这个功能，那一个个介绍。算了，因为这样传输，好啦，一定有啦，看看这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是晴天的，有啦，一定有啦。啊，我再关机，我看，按关机，好。你要上厕所吗？还是？哎呀，要，我也是等一下。你可以先去啊，我是想做完休息完才上去。上去哪里？才去厕所，现在已经上去了。啊，这个毛毛有擦，有毛毛额头才不会痛啊。什么贴纸？他哭吧。我们来花了九天才贴一张。会掉啊。因为我觉得是猫咪的太复杂了。都一样会掉吧？它这是一整张。都嘛会掉，会掉。整张的哦。你说那是纸的吗？不知道是纸的。也要防水啊。